好，我是薇安。明后两天，下个礼拜7月12号、13号，13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，财运亨通，而且事业发达哦。双鱼座朋友也不赖，可以遇到很好的机会，还有很好的对象。而天秤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轻松快速的完成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留意了。牡羊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很容易不小心说错话。水瓶座朋友很容易被好朋友意外的陷害，而处女座朋友更是要小心，财务方面一定要更加谨慎哦。月亮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数是6；土象朋友是白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风象朋友是紫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2哦。